来这么多莲雾？对，今晚买这么大条鱼。老二带过来的。哦。你拿莲雾去放哦，等一下挑几个漂亮的出来煮一些啊。哎，挑几个出来。看看这个都够了吗？够了，帮我搬水，有没有？好，莲雾洗干净。对。这么大一条鱼留一半明天煮啊。好，鱼肉轻轻松松搞定。对，鱼骨赶出来煮它，把鱼皮给吸开，鱼皮用来煮它，鱼肉拍成肉泥。我倒点水。可以了，切点配菜，切点葱头，葱头跟鱼肉一起腌制，葱段备用煮汤。拍几个蒜头，蒜头放到鱼肉里面，姜泥拍一点，姜汁也捏到鱼里面去，莲雾切块，对半切开。可以了，把果核取出。搞定，开始腌制鱼肉。部署淀粉、胡椒、盐、鸡精、花生油、五香粉、鸡蛋、搞里头，手抓均匀。还没有煮就香了。啊对，水分多不多啊？多啊，甜口。不甜了、哦、对。鱼肉进锅。对，搞里头。对，搞锅里头。小火煎至金黄。待会拿蒜头过来。蒜头、小米辣进锅炒香，莲雾果进锅，葱段进锅，出锅，水果菜，开始煮汤，鱼头、鱼骨进锅，生煎进锅，料酒进锅去腥，加水煮汤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开锅加盐，莲雾也进锅，对，葱尾香菜进锅，对，把汤出来开气，好，出锅，牛奶白的汤，我先拿吧，对，先喝汤吧，罗小爱啊，好，先别打粥啊，好，待会先给你打碗汤啊，好，好东西啊，刚才，对，牛奶白啊，对。又香又脆，可是今天晚上放咸了点。